第一位台裔 NBA 球星林书豪，从第日本登来台湾，今仔早起去台北来担任教练，值得小朋友热心的解说。虽然因为伊脚头有受伤的关系，所以无做伤济走跳的动作，可是伊亲身来解说讲要安怎来运球。穿着黑色的顶衫加球裤，头一位 NBA 大二球星林书豪精神真好，早起担任教练，指导囡仔拿球的热心吉他。Work hard and to be very attentive to what all the coaches are gonna tell you today, and to make mental notes so when you go home you can remember what you learned today and you can apply that to your own game.林书豪日前因为脚踏虎的伤势也未完全好，无法度做真侪走跳动作，不过也是亲身指导运球的技巧。也毋过毋知影是毋是因为受伤的关系，运球有点仔无稳。哦。也毋过这敢若无影响林书豪的心情，家囡仔算甲真欢喜，也甲热身比赛四位囡仔斗阵做伏地挺身。12、11、15 ，OK。他很高兴能够回到，再重新回到台湾来，大概到6个礼拜到8个礼拜，才能恢复。林书豪对美国的顶尖大学哈佛大学毕业，也是头一位台裔的 NBA 球星。这回甲厝内底人第二摆回来台湾，预计停留2礼拜时间。记者曾合报道。